好，谢谢。都讲过了，好不好？都已经讲过了，谢谢你。本来是要跟严若芳的朋友看房子，是不是？谢谢。所以最后他才帮你介绍给严若芳的房子。都讲过了，谢谢。好。委员为什么连道歉都要去特定媒体道歉？都说过了嘛，好不好？好。委员可以再说一次啊。8000块很高，为什么不住会馆？我巡查完我们再讲，好不好？抱歉，抱歉。巡查完要讲。哎，巡查完再说。但现在，其实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讲一下。没有，该讲都讲了，好不好？也讲了好几次。可没有在我们面前讲。为什么要去特定媒体道歉？不是啊，你昨天不是派了3个人在我办公室门口吗？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讲，然后要到政论媒体上，然后特定媒体上？不，话都一样哈，所以都说过了，谢谢各位。所以是太太有不开心，是不是？太太有不开心。面对这样的骚扰，没有人会开心的啦。可是他看到您的这个新闻的时候，他是因为骚扰不开心，还是看到新闻不开心？当然啦，他妈妈都被媒体骚扰了，谁会开心？将心比心嘛，好不好？那你昨天在节目上有说有4个道歉，4个拍谁我是可以再讲了，就是说第一个哈，这整个事情回过头看来，纵使是一个单纯的租屋事件，但是第一个我觉得对我太太还有家人，虽然他们都了解哈，那这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哈。那第二个部分，我支持我的朋友也表达很多的担忧哈，那让他们担心的我觉得也不好意思。第三个，我后来想想，对那个严议员跟他的家人，一定也面对很多的酸言酸语或者不实的攻击等等，我觉得对他们也很不好意思哈。那最后一个，媒体的资源大量用在这件事情上，事实上我觉得是蛮浪费的了哈，所以耗费这么大的媒体资源，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但其实报的家也没有，我要询答了，有很多的媒体报道，太太有去收拾严若芳那边的东西了。哎，我还没到那边，好不好？我先寻答。报道的媒体认为这是新闻自由。真的，我没寻答，不好意思。那中天有新闻自由吗？中天不是承认说那个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天是受国台办指使的吗？那其他的媒体是受台派指使的吗？没有啦，就说那个中天旺中集团被国台办在背后操作，你们也撤告了吗？那你觉得不是？你是来采访媒问新闻还是来吵架？我不太懂哎。我是真的想。为什么连道歉？我们没有啊，我们昨天各家媒体都有读访到啊，难道你们没有吗？读访上没有讲到。谢谢哈，好，不要影响工作哈，谢谢。我们先让委员发言哈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哦，大家。王总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不，我刚才不是讲了，刚才不坐在那边打四点就讲了。好。好，谢谢各位哈，都说过了。太太生。因为统计吗？还是因为媒体乱？他的妈妈被骚扰了，对啊。好，谢谢，多小心。那有人在同居的事情是？没有同居啊，哪里有同居？大安会馆现在会考虑住吗？我不是大安会馆，基础资料对不对？对。八千块为什么不寻租会？第一个8000块贵不贵？那个是一句玩笑话啦。朋友之间的租屋其实价钱是小事情。那造成这样困扰，我觉得不应该，那就把它停掉。至于接下来等这个公务忙完之后，我们再看该怎么做，好不好？你刚才说，其实对严若芳也是蛮……小心。来，请我立出来。好，谢谢委员，谢谢。分担一下。好，谢谢委员。谢谢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便当阿姨出去哈，谢谢。委员，你刚刚说就是……好了，我都讲完了，一轮讲完。好 ，OK 了。对严若芳也是很拍摄，没有我四个拍摄就一起了。对，那有没有跟严若芳稍微讲一下拍摄？你这阵子好像都没跟严若芳联络。
为什么要联络来？因为他是你房东啊。不是，你退出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讲？抱歉一下，抱歉一下，好不好？该讲都讲完了，该讲都讲完了。等一下，你们有定契约吗？因为大家这样关注。该讲都讲完了，好不好？哈。因为可是我们大家还是有一点。我是怕走楼梯你们会跌倒哈，好不好？老板，那我走楼梯好了。你们这样电梯站住，别人也会不方便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该讲都讲完了，谢谢各位关心。但是到底是多少钱？谢谢。不是，我讲8000块很贵，是开玩笑。所以你是觉得是花了冷气太高，那边是不是冷气太高？谢谢男人不该让女人办。蔡大哥他讲的是对的啦，就是说你不应该拿这贵不贵开玩笑话，但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样讲。蔡世斌讲的对。那你知道我们是应该要让女人吗？我都讲过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不是，我都表达过了，好，不要。媒体前都表达过了，表达过就好了啦。有私下表达说跟他的前夫，也到他们说。